怎么令诶破破破破歹意？嗨，欢迎光临。嗨，我好兴。今年飞机去看灰金菇了。飞机你去看灰金菇？飞机你去看灰金菇，所以就改变计划出来试试。今日去老台北大稻埕，是这样讲吗？老台北大稻埕。老台北大稻埕，才听伊的疫情是艰苦嘛，加这个放假放假。放假。放假。你定定好放假。我考你，你知影放假是啥物意思？就是船板的意思啊。然后考不倒你了。那不要考这个。为什么淡水河今嘛无在做港口运输量？因为泥沙堆积啊，河道又不宽。不考了，不考了，去行了。行什么？去写，去写。来来来，先去罗比达爬过。这个罗比达很出名，吃的人都知道了。现在我们在慈圣宫的庙埕，大家都知道庙的附近有什么？有吃的东西。对，庙的旁边的保安街，然后就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这些东西你就点点的，要在庙埕里面吃。比如说，你坐在后面哪一点好，他就把东西拿过来。对啊对啊，所以就来找一个桌子。OK， 这摆先吃。我去罗比达爬的古早味的粿。听讲是这边上好吃的粿。如果有另外一家卖粿了怎么办？听讲嘛。听讲的。这是油葱粿。咸的啊。咸的。顶管我放油葱，红葱头吗？嗯。好，一定要问酒哎，这个蒜头导游。很软 Q。这个是古早的，感觉。没有蘸酱就很好吃。嗯。这个不是是啥物？鸡鸭粿。鸡鸭粿就是那种我们小时候会吃那种，嘿，鸡掌。鸡，爱鼻音哦，大家。剪那个鸡，没有加糖的话就会没有味道。没有味道的吗？嗯，是啊，就没味道。没糖的就有味道。宝贝耶。嗯。嘛是爱加糖，安尼较有鼻。对啊。嗯。哎呀，我好吃哎。嗯，加了糖比较好吃。我介意耶。那无加糖哦，每拢是迄鸡水的味，不好吃。高山粿它本身是用黑糖跟那个糯米做的，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甜味了。然后我们现在又加上那个糖，嗯，哦，好甜哦，番茄。他妈都不。台南的吃法就是那个他妈豆，然后加那个大蒜酱油。哎，姜油，对，姜汁酱油，对，甘草姜汁酱油，对，直接吃。台南的吃法。你有吃过咸的？没嘞。试试看，再多一点。还要多一点。就单面。满满的，满满的。慢慢哎。搓搓它。对，然后再。嗯，第一届安尼。嗯。感觉怎么样？太冲击了，那鼻也呛起来，一时间无法动，接受诶。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现在我的舌头不是太难舌了。现在是礼拜天的下午，然后他好像不做晚上的，就是不卖给观光客。再见，那是观光客。但是我不是观光客呢，我来自马来西亚。那我不就观光客？你就是观光客，所以他不做你生意。你妈要去那个城隍庙。霞峰庙。霞峰庙，霞峰庙有。很有名的英九英恩的拜英恩的拜英恩的月老很有名的 OKOK 现在就去拜这就是台北的哈啊哈台北的哈海神风庙哈海神风庙谢谢救援一定要拜月老安的你这次一定要诚心诚意诚心诚意求英恩对对对对有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内心特别的踏实。那明天仔就仙女掉下来了。对，我的联络方式在这边、这边跟这边。希望是睡到一半就掉下来。哦，那很恐怖。所来就伫个霞峰庙附近踅踅，有时阵有戏台，今仔日有挂耳挂。家就是光泉古岭的 PK 组，你看还有一个扛棒哎，就是讲家是以前发迹的所在，就是家踩在这边，好吗？你要踩人家地盘是不是？就踩地盘啊！要来买杏林路，霞峰庙附近，好上有名的杏林路，大家应该会发现了吧？那是杏林的 fans， 我嘛是鸟蛋的 fans， 叫我能，看到鸟蛋就一定要买，对。那你也可以被鸟蛋。
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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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背包，来这个好市场诶，有这是菜市啊呢。永乐市场诶，大楼诶，贵了。贵老、欸，我第一次来到这边，我以前来这边都是去三楼还是四楼去逛布市，我不知道这上面有这个东西，哎、嗯，让大家试试，才会爆的。对呀，我也是第一次来的 ，explore 这里。写了后就是要找一间咖啡店，这间是我无说你经过就入去啊。好家在咖啡足厉害诶！最近阿喜爱吃饭吗？哎呀，又吃东西了，整天都在吃东西。今麦问你，三元号。圆环的三元号，已经五六十年的老店。你讲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两间？好，两间，一个是什么龙凤？还有一个是三元龙源吧，龙源哦，对，龙源师出同门，对啊，所以这边生意太好，你就去另外一间，那边生意太好，就在这边。教案呢？鸟蛋松茸汤，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是因为以前很难取得，都是用那个罐头装的，所以就把那个两个罐头装在一起，变成一个汤。嗯，那卤肉饭也好吃。教案呢 is the best。今日诶，唔知影虾米诶大道城咧 ，block 就到遮。好，再继续求姻缘哦。求好求满。一直求。